陈裸则清。至毕，殿御则入陈玉帛，于四公其税金。分按九，制例六十有。五，元佑初，以仓部郎官印发文钞，三年，复归本寺。又赵太府治长二。五年，令长二每月分巡所辖库物。元符元年，增至陈一元。三年，改事役案为平淮，其事役务亦如之。崇宁中。制药局七所，天成一元点检。宣和三年检罢。靖康元年，诏内外官司局所依西宁法，前务并纳左藏库，凡省150所。又诏户部、太府四长二当职官及本库官吏奉钱，后在京官吏之散并足，方许之给。从户部尚书梅直礼之请也。所立官司二十有五，左藏东西库，掌授四方财富之入，以呆邦国之经费，给官吏、军兵俸禄赐予。就分南北两库，整合。六年修建新库，以东西库为名。西京、南京、北京各置左藏库。内藏库掌授岁计之余积，以呆邦国非常之用。奉承库掌公内廷，凡金玉珠宝粮化会藏焉。之后库掌授钱帛器皿衣服，以备传召班给及殿廷赐予。元丰库掌授诸路积甚及长平钱物，凡封装者皆入焉。神宗常奋契丹爵将，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据金帛内躺自制四言诗一章，曰：武祭失国，献运孔赤，一祖造邦，私有尘埃。元设内府，积以牧士曾孙保之，敢忘却志。每库以诗一字募之，储积皆满。又别置库 PG 2617，赋诗二十字，分皆于库，曰：每前系替心，望一尊一夜，故与不无资，何日成荣节。为宗朝又有崇宁库、大观库、布库，掌授诸道书纳之部。
其名物以待给用。茶库长寿江浙金湖建建茶名以给翰林诸司及赏赖出狱。杂物库长寿内外杂书之物以备之用。粮料院长以法事班。领路凡文五百官诸司诸军奉料以卷怀给。审计司长审其给寿之数以法事驱魔。兜商税务长收京城商旅之算。以书于左藏。汴河上下所蔡河上下所长舟船木筏之真。都提举事一司长提点贸易货物其上下界及诸州市义物杂买。物杂卖场皆立焉。事一上界长敛事之不受或之至于民用。者诚实贸易以平百物之值。事一下界长非钱给券以通。边敌杂买物长合事百物凡公进官府所需以时供纳。杂卖场长受内外必余之物即值以呆出货或怀折之用。却货物长折薄胡豆金箔之属。交引库长给印出纳交引钱钞。知事抵当所长以官钱听民直取而计其缓急。合计局惠民。局长修合良药出卖以计民急。店宅物长管官屋及底店。计制出旧及修造之事。石炭厂长受纳出卖石炭。香药库长出纳外国贡献及世博香药宝石之事。建言赵霸太府寺以其所长植物玻璃金布。绍兴元年府以张一手太府寺臣错置印给茶盐超引续天至臣二元。四年复至清少各一元。十年复至主簿。十一年诏交引库书押。超引四成两元。御合推赏。各与简摩刊二年。寻诏三成一体行。之。隆兴元年并审主簿一元明年如旧制设案期以续次。分管。兼交案随逐臣部副左藏库兼交看验刚运钱物。中兴后所立唯有粮料院审计司左藏东西库交引库之后库和计局惠民局如前置所置。左藏南库系庄管御前机赏库改。以侍从官提领又置提辖检察官一员编估局打套局二。